不会吧！既然有人想要教犹太玩机械师，哇，没有 S 牌机械师教犹太的话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了啊？这一把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咱们机械师六破人啊，直接就是打翻车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娃娃在咱们手里面到底有多重要？机械师啊，玩得好，意识是非常非常关键。然后的话，再跟上操作，其实机械师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无脑，但是的话需要一定的这个意识。一都没好，没电机啊！这个位置，还要跑一圈呢。挂到最里头去。能不能给我让个电机啊？电机的大房，我操！四号机没刷机，有点可恶啊！另外有小可爱想跟主编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，里面有单求生的真的所有监管的一个细致教学哦。来补一下密码机，加满就。你这架不可能那啥吧，这个都没有人帮我，你知道吧，电机都修多了，我去。金身娃都修一半了，压满就一起救，这种军不了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爱几救，我不是给你信号了吗，修三台还搁那修呢，你那个鬼有点失误啊，还要救不下来了，咋就不好救了，快来，红军的还修机啊，我操，这有毛病吧，不是我都这样了还要修三台吗，对开，不是我都这样了还要修三台，开呀，直接开它变形了，不开点啥呢？想找我们上挂死的。还有没刀斩？没有刀斩要四跑了，39，这也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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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厉害吧！哈哈哈哈哈。